大家好，我是阿远。今天中午呢，带我四叔去吃一个牛肉。这鱼肉啊，肉吧，不用好。肉吧嘞。瓜托。啥瓜？这瓜是牛肉。先点你们三人吧。点三碗牛肉，大碗多少？大碗三十。大碗三十。来两大碗，来一个小碗。两大一小。两大一小。来个菜吧。来个素品吧。我来个素品。好。两大一小。那个豆腐干。豆腐。苦瓜。少来点。帕哥。帕哥。三样。哎，对对对，点了。老平是一块钱一块。先有几块辣几块的一块，一人两块就差不多了。一人两块差不多了。一人两块差不多了。啊，行行。两大一小。啊。快吃小碗。这不是三十啊。大也是三十。我来25，我都给你点一件。别闹。我们。点了这个三碗牛肉，它这是大碗，大碗是30一碗，这个饼呢是一块钱一角，好像是1块钱1角，2块钱。牛肉啊？对，牛肉。哇，实打实也玩肉。你都不爽啊？我这还热的呀。晒的慌。面肿啊？对。别的人吧。那个不简单，那个素菜，那是牛肉，快，真快，啥菜上还是真快。不用回食。牛肉块还不错。嗯。大块。再试一下。还挺贵，这是一把，3块钱。肉，啥还不少，有带一肉吗？有。能吃肉，再吃一把行。你让我吃小碗去。真的是。他这个饭店主要就是卖牛肉，30块钱一碗，里边呢都是这种大块的牛肉，再配上点这个烙饼，然后呢都不用再点什么肉菜了，就直接来一个素拼就能吃好。这地儿据说时间开的已经很久了，然后我在个7、8年以前来过这儿吃过一回，现在还是跟以前啊，它这些牛肉呢，其实块都特别的大。你哪里人？肉，这大块牛肉。这对个一百多，你要弄出来一碗，我听说我真能吃两碗，没听说。这多吃一点饼是吧？你多吃点肉。肉吧，肉。130，这店开多少年？快三十年。我说十多年。反正这边都13年。在这边13年，对，反正我记得是在7、8年以前来着，是不是？不走啊！我们四个人呢，今天一共花了137块钱。我刚才跟老板聊了聊，我说老板，你这店做多少年？老板说做30多年，搬这里都有个12、13年了。这店呢，在这个鹿泉这老火车站，是西行大概有个百十来米就到了。